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在疫情爆发之后，视讯签售会变成了粉丝与 idol 们见面的窗口。而因为粉丝们一般都是在家，也就是最舒适的地方视讯，所以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哭笑不得的意外。而最近，一位粉丝与自己的本命 Aespa Karina 视讯时发生的意外，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被本命发现到过去的粉丝，너는장점은너무너무귀여워너무귀여귀여운데단점은뒤에후배님이계셔인사하겠습니다粉丝背后的墙壁上贴着别的前辈爱豆们的海报尖叫太好笑了，可可，两个人都好可爱。但是没有摘下海报的话，不是脱粉，而是尖粉吧？能让本命卡丽娜笑得这么开心，就已经算成功了。너무귀여귀여운데단점은뒤에후배님이계셔인사하겠습니다